聖公會西環長者綜合服務中心日日彩推廣活動。今期第一個推廣活動是開心知多啲，1月25日下晝2:30到3:30咧，喺中心大廳度咧，梁姑娘會同大家分享咧世界嘅趣事，又同大家玩下遊戲，有興趣就報名啦！第二個推廣活動係。好，跟住有個活動就係 Zoom 嘅工作坊啊，咁裏邊咧就會教大家點樣用一個 Zoom 嘅程式啦。咁你哋可以喺屋企咧都可以同中心有個聯繫啊，又可以學到啲嘢嘅。有興趣參加嘅話，就留意例會址啦。第三個推廣活動係。好，跟住 U3 計劃又有活動推介俾大家，我哋就會個利時嘅燈籠製作啦。我哋會喺2月4日嘅，即係4日嘅下晝2:30至4:00嘅。咁咧，我哋就會喺一個喺 Zoom 度上堂嘅，即係喺你哋屋企上堂啦。咁我哋就會製作呢個咁靚嘅燈籠噶。有興趣報名嘅朋友咧，就可以參加，名額有6個嘅。就有重點推介的活動，就是有你聯繫團聚迎喜牛的團年活動，日期會在2月2日星期二下午2:30到3:30，主要是 Zoom 和大家見面的。活動會有遊戲、抽獎、職員表演和大家歡聚新年的，費用只需要50元，有100個名額的。而在這個活動之前，我們會有4個工作坊給大家參加的，包括是手作揮春、手工紅包、小食製作和園藝創作。詳情就要留意例會址了，大家留意這個活動是1月11日才公開報名的，有興趣記住報名啦。大家好啊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呢龙马精神，身体健康。咁嚟紧呢，我哋喺呢1月份呢专题讲座就会嚟到尾声啦。最后一条短片呢就会喺1月15日举行，大家记得要报名啊，同埋报咗名嘅朋友呢都记得准时揿入箱内边条链接，咁就可以收睇我哋嘅讲座啦。拜拜。今期嘅彩推广活动完毕，多谢大家收